这你打电话报警的？就是我刚才这怎么一回事？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跌了？怎么了？是你骑的？对，骑摩托车骑慢的，喝了一点酒，那就正好了嘛，吹下去吹下去了。对不起，您已经。你要啥？让你在家里。你喝的不是一点点酒啊！大姐，你受伤了，该到医院到医院去。他涉嫌酒后驾驶，我们要对他进行调查。这不是大义灭亲了，是大义灭自己。喝多了，把112换成110了。医生没来，警察来了。你这中午也喝，晚上也喝。